欢迎回来商界纵横。在这一节的商界纵横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另外几位小朋友来为我们表演，他们也是我们同事的女儿、儿子以及他们的朋友、那首先呢，在我身边呢有三位小美女，他们分别呢就是 Cara Black、 Kendall Black 和 Crystal Black。 我们有请他们为大家表演 Tap Dance Cups。我们现在有请三位女孩子再为我们献上另一个舞蹈，那她们三位呢就是 Cara、 Crystal 和 Kendall， 她们将会为大家献上 Irish Dance Irish Medley Jigs。
我们谢谢三位小美女精彩的 tap dance。 那不要看他们三位是混血的，其实他们的中文讲得很好。那现在呢，就让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那首先呢，从 Candle 开始，你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万来怡。你今年几岁啊？10岁。你读5年级？对对，快要上中学了啊。这是你这个双胞胎妹妹哈。我的名字是万来佳，和我也10岁，和我读5年级。他们两个其实是双胞胎呀。那姐姐了，姐姐来介绍一下好吗？我的名字叫万来和，我今年12岁，我读7年级。哇哦，这个中文讲得非常好。那谁是你们妈妈呢？她叫万若泉。你小时候我记得你把万若泉写成万若晶了是吗？那个你们三个，你们觉得哪一个长得最像妈妈呢？万来怡。我觉得好像你比较像是 Crystal 比较像是吗？还是三个都像哈？不是像妈妈这么漂亮。我们谢谢三位，我们现在有请 Isabel Huang 来为我们表演 Taekwondo。那在这一节的商界纵横呢，我要介绍我身边这四位女孩子。其实她们身边呢，身后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大概在11年前呢，这四个女孩子呢，是在17个小时内一起生的。那当时呢，我们有三个妈妈。为什么三个妈妈会生了四个小孩呢？因为其中我们那个国语新闻主播万若泉是生了双胞胎。那另外呢，我也生了个女儿，而那个王英呢，Vivian Wan 也生了一个女儿。所以他们四个呢，就是我们同事当年在17个小时内所生的四个宝宝。那当然在11年后呢，这四个宝宝呢已经是11岁了。而且呢，就是他们呢，就是这一次呢，真的就是历史性的重逢。那现在我想大家先介绍一下他们自己哈。我们从那个 Candle 开始。我是万来怡。我出生的时候是2月5号。你是10岁是吗？其实你们都是10岁哦。我是万来佳，和我的生日是2月5号，和我也10岁。你们两个是双胞胎吗？我的名字叫张佩君，我也是10岁2月5号生的。那另外最后一位呢，他其实不是5号，他是4号，但是所以他们之间是有17个小时相隔的。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Can I say it in English? Yeah, sure. My name is Anastasia, and my birthday is February 4th. And you are 10? Yeah, so...They all 10 years old. 他们这几个呢全是10岁，而且当年呢他们出生的时候呢，其实旧金山纪事报，就是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呢，也有采访我们。Do you guys still remember you were interviewed by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No. Yeah, I don't think you remember because you were just born. You were babies. Maybe we will show some of the picture. Thank you so much.